到 Vlogmas， 今年啲時間過得特別特別快，估唔到轉眼間有十二月啦，又踏入每年最後嘅一個月份，亦都係我最中意嘅月份，全因為係聖誕。預告下俾大家聽，今年 Vlogmas 大家會 expect 啲乜嘢咧？咁我一向咧都係好中意傳統，因為聖誕係一個好有歷史嘅一個節日，好傳統嘅一個節日。我自己咧都好中意跟翻 partly 啦，跟翻傳統，但係同時我都中意引入一啲新嘅體驗，一啲新嘅經歷 to my own life as well as 我身邊嘅人嘅 life 嗰度嘅。所以今年咧，大家都會 expect 到我會做翻一啲我每年都會做嘅嘢啦。例如 decorate 我間屋 ，decorate 我個 Christmas tree， 會有我個 Christmas party 等等嘅。但係同時咧，都會有一啲新嘅地方我會去，新嘅一啲體驗我會 experience， 所以我都好期待同大家一齊去體驗下唔同嘅嘢。原先咧，我諗住今年特別少少可以去出國啦，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因為去唔同嘅地方睇嘅嘢當然係一定會比我留喺澳門更加多，但係冇辦法啦，我今年呢一個狀態，原先我冇諗住我個肚係會咁大個，而係會覺得自己越嚟越好似淪淪盡盡咁樣嘅，咁所以我 plan 嘅時候啦，我就喺度諗啊，而家七個幾月，應該我仲有好多地方我係去到嘅，唔會啲體力真係差到咁。Unfortunately 咧 ，that's not the case。咁胎係比我上一胎好似容易攰啲咯，唔知關唔關年紀問題事不？Yep， 係有少少 difference 同我之前個胎，咁所以今年嘅 Christmas 咧，我係一樣會做好多唔同嘅嘢 ，but 我就唔會太過 push 自己。我好似上一條片定上兩條片就同大家講，我盡量係會 hea 少少，做每一樣嘢都會慢少少，所以 please bear with me， 但我都会尽量俾一啲好好嘅 content 俾大家睇嘅。无论我出国又好，唔出国又好，我都会尽量带多啲圣诞嘅气氛俾大家。因为我相信大家出街嘅时候，到依家应该你而家睇呢条片嘅时候，你喺条街嗰度都仲未好有圣诞气氛。And that is the whole point 我拍我啲 vlogmas， 就系希望可以令到大家immerse 深入喺呢一個 Christmas 咁 festive 嘅季節入面，特別係如果你都仲未感受到嘅氣氛，就真係要 keep 住睇我啲影片啦。我而家真係仲未定我會唔會出國，因為原先如果個牌我個香港個牌早出嘅話咧，我哋係會plan 去香港去睇燈飾，因為我應承咗 Ariel 去睇燈飾嘅，同佢去香港。睇燈飾，但係咧，啊，而家個肚真係有啲大，係唔係好方便？如果要坐金巴啊、坐船啊，咁好老實講係唔係好方便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而家等緊睇下個牌出唔出得切，因為如果出得切嘅話咧，我哋都會去下香港啊，去下國內。到體驗一下不一樣嘅 Christmas 咯，就唔係齋喺澳門咯。Obviously compared to 歐洲，歐洲係全球我相信最有聖誕氣氛嘅地區。咁亞洲咧係差少少嘅 ，but it's still okay。我哋都一樣可以感受到好濃厚嘅聖誕節日氣氛。Even though 我哋出唔出國都好，因為 it's all inside here， it's all inside here。無論大家點樣過你哋嘅聖誕都好，我都好希望你哋會有好多好多嘅愛圍繞住你哋，而大家唔好唔記得都要宣揚愛出去啊！因為近期如果大家有睇新聞都知道，有好多不幸嘅事情發生，好多好
好殘忍的事情發生。And that is why 這個世界是需要更加更加多的愛。Not just for Christmas, 是 all year round。我每一天都很 grateful， 真心很感謝個天給我的所有東西，所以我都是很珍惜我從來。I never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我從來都不會覺得我擁有的東西是應份的，我擁有的東西是很應該的。我每一天都是非常之 grateful， grateful for my health， grateful for 我身邊的人， grateful for everything， 我所有擁有的東西，所有人來給我的愛。所以我都很希望給到多些愛給我身邊的人和你們，因為我知道你們很 support 我。 Thank you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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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ch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無論你在聖誕期間你們是有什麼 tradition， 平時做開什麼，或者怎樣去慶祝聖誕，或者 even 不慶祝聖誕都好，我都希望你們長期都會被愛包圍住。好了，不說太多那麼 deep 的東西，我 show show 棵聖誕樹給大家看。我未 decorate， 其實我只是裝了， probably 明天或者後日就會跟 Ariel 一起 decorate。 因為 unfortunately 今天呢無端端 Ariel 的體溫有點偏高，所以我就沒辦法上學，他現在就在房間裡休息。剛剛陪了他遊一下東西，畫一下畫，但現在他有點累，雖然現在還是很早，現在10:30，但他已經有點累了，所以我就叫他在房間休息，順便我就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天了。我們棵聖誕樹已經 set up 好了，燈已經 all ready， 但是是它最原始的 form， 我們未開始裝飾。 Probably 如果今晚 Ariel 不怕很背的話呢，我們今晚就會開始裝飾那棵聖誕樹了。如果它累的話，我們就 probably 等明天先吧。再說給大家看，我今天這條裙，這條裙呢是我上年已經想買的了，但是 ran out of stock， it's from Karen Millen， 有點黑，大家未必看到，但竟然被我見到佢 back on stock， 就嗱嗱聲去咗買啦。It's very Christmassy， 好秋冬嘅感覺，但係佢又唔怕話好厚，好舒服，雪紡嘅連身裙，然後做咗對 Ferragamo 新買嘅 Ferragamo pumps， 係唔怕有踭嘅，所以大家放心，我冇著有踭的鞋的，近期都很乖女。其他地方呢我是未 decorate， 今年是慢了一點，因為我的體力的關係，所以我一攰我就會停了，我一攰我就會停，我就 不會好像之前那樣幾個小時不停在 decorate 間屋，跟住搞兩三天就搞定。今年呢是耐少少，但我啲波布西已經攞曬出嚟噶啦，而 hopefully 今晚咧就可以 decorate 我棵聖誕樹。I just love this tree so much。我買咗，我連續係買咗唔知三棵定四棵嘅，呢幾年係呢一棵我最中意咯。之前三年前嗰棵白色都好靚，好多人都好中意，我家姐我媽咪都好中意，但係咧，是有啲細棵咯，同埋佢嗰啲白色咧假雪，始終係會不停跌落個地嗰度，就算整到成個地下，基本上每一日都好污糟咯，就日日要不停抹嗰啲雪。And I didn't really like that， 所以我就都係買咗棵綠色，同埋綠色係最經典啦，最 traditional。啱啱都有同大家講 ，I like tradition， 我係一個非常之embrace 傳統的一個人來的，所以 yeah， 綠色是我覺得 for Christmas tree 是最好的顏色。 Obviously 如果我每一年都可以 source 到真的聖誕樹，是 it would be a dream， 但是有少少難操作，
如果我在歐洲的話就會很容易買得到，但是澳門港澳這些地方呢就會難一點。 But it's okay, I think it's still a very very beautiful tree, 都非常之滿意。今天好像又暖了一點，大家見面到我的臉又好像開始出油了，因為天氣是涼幾天，跟住突然之間又熱了，今天好像最高成20多度了。And I'm like, where's the Christmas? Where's the Christmas vibes? I can't feel it. I can't feel the Christmas vibes. But 我見到好似過幾日又涼翻啦， so it's like 不停喺度 fluctuate. Anyways, 我而家咧就要去一去銀河度 pick up 啲嘢，然後過幾日會 show 俾大家睇。仲有一樣過幾日嘅事情我要做，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啱啱唔記得同大家講，就係咧。我過兩日，我就會去拍大肚相，會帶埋 Ariel Matt 同我一起去拍嗰啲大肚相。因為上一次陀緊 Ariel 嘅時候咧，我係冇拍到嘅，冇拍 proper professional 嗰啲大肚相。今次咧我就唔係喎，要拍下喎 ，cause I do not think 我會有第三胎，所以 yeah。今次應該是最後一胎，所以呢要趁這個機會拍下大肚相。我都會去執下嘢啦，因為完全未執，執下啲衫，其中一個主題會是 Christmas， 所以會揀下啲聖誕嘅衫，到時候穿咯。咁喺我出門口之前，最後想同大家講嘅嘢就係希望大家會 enjoy 我今年為大家準備嘅 vlogmas videos， and 最最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希望大家有一個好好好愉快、充滿住愛、充滿住氣氛嘅聖誕節啦！今年呢位小朋友隆重其事。穿曬靚裙去 decorate Christmas tree， 我哋係咪 decorate Christmas tree？ 係啊，咩叫做隆重其事？咩叫做隆重其事？即係話你著到好誇張咁樣去 decorate Christmas tree 啊！我哋唔係應該著屋企衫嘅咩？嚇！你走咗邊啊？你出咗個 camera 咯喎，又話要上鏡，佢話要上鏡，仲要化埋妝。放了啲絲帶，好 random 咁擺咗啲絲帶，然後哇呢、這個 OK wonderful， 然後咧，我哋而家就準備去攞啲 bubbles 嚟 decorate， 我攞啲先啦。棵聖誕樹好啊，咁乖嘅你，咁你個主題顏色係咩色啊 ，Ariel？ 藍色、綠色同埋白色。冇錯，哇 ！Very good memory 啊，叻女就係藍色，會加啲綠色，再加啲白色啊銀色 ，probably 會加少少 warm tone， 即係一啲 copper 嘅顏色啊，或者啲香檳金咯 ，probably， 但係都要 play around with 個 tree， 再睇下加啲咩顏色上去，因為我驚太過。冷嗰啲顏色全部都藍色啊、綠色啊、白色都比較冷，冷色系。Okay, so are we ready? Yes. Okay. Ariel 就好好好乖，幫手而家攞緊啲 bubbles 過嚟。啲粉紅色我哋今年就唔用嘅。嚇？粉紅色今年我哋唔用嘅，我哋就係用啲白色同啲銀色。好，繼續努力，唔該 Ariel。紫色 remote 嘅 gift 已經攞咗出嚟，
放好咗喺地下，摊开埋。而家咧就即将要准备执结，执我啲靓靓衫，因为听日咧就系雪 day， 听日我就会去影我嘅大肚相。呢一个角度，大家应该就会见到我个肚有几咁巨啊！系咪好大个呢？系真系几大个嘅！突然之间，嘣嘣嘣嘣，长得好快，再加上我啱啱食饱，咁所以再大啲咯。Right， 咁我后边咧。就是一个很 strong 的 contestant， 一个很 strong 的 candidate for 我明天的 shoot。 这个呢应该呢就会是我 Christmas 的 theme 的 shoot， 将会穿的连身裙，那它很得意的，其实它上面呢就是好像恤衫啊、衬衫那样的，然后下面呢就是雪纺，大家见面到是不是很得意啊？两个不同的 texture， 所以应该出咗嚟的效果是会几好咯。然后手嗰度咧，佢系可以绑个 lasso， 咁就好有 Christmas 嘅感觉，可以绑蝴蝶结，两边手袖都是可以绑蝴蝶结嘅，再加上佢后面呢呢度側邊有一條帶，都到時我都會綁一個蝴蝶結咯。未知會綁喺後面定係會綁喺前面 ？Probably 會綁喺前面咯。但係到時先 ，not 到時晏少少我就要 decide 噶啦。Accessories wise， however， 我真係有少少 struggle， 因為喺度諗緊應該揾。鑽石襯啦、啊、珍珠襯啦、啊、定係金襯佢，我係未決定到嘅。我有諗過，如果金嘅話呢會戴返我對 Jennifer Bear 嘅耳環。This one 真係好鍾意呢對耳環， and it's a statement， 好 sharp，应该影咗出嚟啲相会几 stand out 咯 ，but I'm not quite sure yet。一系就好简单嘅珍珠颈链，珍珠颈链，嗯，其实白色就黄色都靓，金色，金黄色应该都几靓，金黄色我呢条都。不是成日戴，所以我趁要去襯一下。哦，冇卡翻我啲珍珠，唔該。OK，right， 一系就我條鑽石頸鏈，我生日禮物。This one here， so I'm not quite sure yet。頭痕緊，然後我。另外一套呢就会是很简单的黑色，我想想拎不拎埋我一条白色的裙或者米白色的连身裙。嗯，头痕紧。如果这一 set 呢Probably 呢一 set 可以襯珍珠，然後紅色襯，或呢一 set 襯金啦、啊，因為 Christmas 啊嘛 ，Christmas 金珍珠，平時我好 decisive 嘅，我好容易決定嘢嘅，非常之有自己嘅。意見同埋好快就可以決定到啲嘢，但係今次好似有少少困難。I don't know why。Probably 我個腦太多事情，
going on， 太多嘢發生緊，太多嘢要諗啊，咁所以就真係未有時間真真正正去坐低或者攞啲 accessory 出嚟襯咯。平時我一早已經襯好噶啦，唔會等到依家，聽日已經係個 shoot， 我到依家都仲未襯好我啲衫，真係唔係好似我 ，but I think I should crack on。而家去襯一襯我啲飾物，仲有鞋我都未襯。I better get cracking。Good morning, everyone. We're on set。到咗個場景啦，呢個就係我哋即將要影相嘅地方。後面個 Christmas tree 好得意，成個 decoration 都 not bad at all。咁 Ariel 而家喺度化緊妝同埋整緊頭，我就 ready 啦。We went for 睇落好似一個大嘅蝴蝶結 ，but actually 其實係兩個紅色嘅蝴蝶結，就扮一個大蝴蝶結 and。穿了這條連身裙，昨天還是前天show給大家看的連身裙。 The weather is absolutely gorgeous， 超級好天。好好天啊，今天雖然不太拍到個藍天，但 actually 外面的天都挺藍， very nice。因為好熱啊嘛，你唔喐佢仲慘噶，知唔知啊？少少凍，所以揾呢個 cardigan 披住呢個大蝴蝶，係咪好誇張？唔怕，白色珍珠都好靚，係嘛？黑白，呢對耳環好靚，仲要送俾我嘅，你記唔記得？記得你送俾我，記得。好幾耐？上一年係咪？上一年係。Chloe， 係，好閃好靚，嗯 ，beautiful。現在轉緊背景，所以還要等多一陣，已經 stay 咗喺呢度都好幾個鐘啦。But it's okay。連埋咧就可以食 lunch 啦。希望佢哋快啲 set 好，可以加啲嘢。肚餓未？肚餓啦。唔係我肚餓，係佢肚餓。兩個肚餓。兩個都肚餓。It's not my fault. You've been lying, saying that I took away your peace. Drowning by yourself, now you wanna blame me. Like you have no options. I take your option. Ooh, 坐咗喺度，啱啱搞掂我个 intro 嘅最后一 part。同 Ariel film 咗最後一 part，so tired， 哇，
好耐好耐冇試過由朝認到晚，而家係夜晚黑六點四個字啦，已經，但都好好玩，真係好好玩。咁我就著咗我好似唔知著過一至兩次嘅連身裙，係 from Longvon， 好中意呢一個牌子，然後帶咗我個 Jennifer bag 嘅耳環。好 festive 啊今日，然後啲頭髮因為今朝 shoot 嘅時候咧，唔知大家見唔見到，翹曬出嚟，好少有呢個 look。咁啱我見到，咦兩邊都翹喎，咁就不如索性唔搞佢啦。因為今朝影相嘅時候咧，夾到啲頭髮咁嘅樣，所以我就唔理佢啦，就咁樣樣子。好 festive 啊，真係呢條裙。金色珠片，然後黑色 ，love it love it。今朝影咗好多個鐘 ，not even joking， 真係有少少攰。Ariel 翻到屋企，我哋食完嘢，佢三點鐘先瞓晏覺。平時佢係點半至兩點就要瞓佢嘅晏覺噶啦，但係今日就有少少 exception 啦。都 OK， 佢都瞓咗成兩個鐘頭先起身，再同我影 intro 嘅最後一 part。So I hope you guys enjoy 我個 intro。我而家又要換衫，出去食飯，食一個 anniversary， 一個結婚唔知三十幾週年嘅飯。So 又要變身啦。喺今年第一個 vlogmas 嘅最後一 part， 想同大家 share 下我啱啱最新嘅戰利品，就係得啦呢一個吊袋啦。真係要講少少 story 俾大家聽。話說呢一個袋，我係 search 咗 up and down， 起碼三至四年。我好幾年前喺 YouTube 睇一個 vlogger 嘅影片，見到呢一隻顏色嘅手袋。Oh my goodness， 我是完全心眼。Unfortunately， 我 I couldn't get my hands on it， 因為已經是很快，首先它出的量是很少，然後它很快已經被人買完了，所以我就買不到了。然後就一路跟我的 SA 說，麻煩你可不可以幫我找這一隻顏色的手袋，佢喺呢幾年來 send 過好多好多唔同類似呢一隻顏色嘅手袋俾我，但全部都唔係好啱心水，有啲深得滯，有啲暗得滯，有啲淺得滯。咁佢前幾日 send 咗幅相俾我睇，佢話：哦，我哋啱啱翻咗呢一個咁大把呢一隻顏色嘅袋，你中唔中意啊？啱唔啱啊？如果啱嘅話咧，你就快啲過嚟睇啦。咁我就砰砰聲就去咗 Dior 嗰度。當我見到個袋嘅時候，第一眼我就覺得淺咗少少，因為佢 send 過嚟嗰一幅相，我眼啲都會 attach 喺呢度俾大家睇。佢 send 過嚟嗰幅相，嗰個顏色咧係深少少，就係完全 exactly 我想要嗰隻顏色。但係去到嘅時候咧，第一眼望嘅時候，我就覺得好似淡咗少少，淡咗少少。然後佢就俾咗另外幾隻顏色俾我 compare， 我一 compare 我就覺得哇！呢一隻就是我想要的顏色啦，因為有時你要對比，你先會睇到個 shade 係咪你想要的 shade。一對比咗之後，佢俾咗另外三隻顏色，都是同一色系，但深淺度唔同。我一 compare 完之後，我就話 OK， 就係你啦。咁我就帶咗佢翻屋企啦 ，and I am so happy， 真的超級 happy， 因為我問執嗰句揾咗好耐，真係揾咗好耐，先揾到我想要嘅呢一隻顏色。
之前其實都有翻過呢一隻類似咁嘅顏色，我好中意，好中意，但係我都冇 get 到，因為 size 唔啱。佢好得意嘅，佢有時出嗰隻顏色我好中意，但係就冇出我想要嘅 size。有時個 size 就好啱，但係個顏色就唔啱咯。好，咁我事不宜遲，同大家一齊開嚟睇下，我買咗乜嘢顏色嘅 Dior 手袋。如果大家有睇過前兩條片，你哋會有見過。如果沒有的話呢，不要緊，現在開給大家看。它的盒子也很漂亮，它這個盒不是盒，這個叫紙袋這個紙袋很漂亮，很襯我今年那棵聖誕樹，又是藍色、銀色、白色為主，再加一些金色，我也有一點金色在那棵樹裡，完全是很想放個 Dior 的紙袋在我棵樹下面， because it looks so perfect together。 那這個呢，個盒又不同顏色，個盒呢就很襯我現在這條連身裙，有綠色，很多很多綠色，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OK， 這樣應該會看到多少少，但他們的盒子，他們的包裝是真的很漂亮。 So here we go， 期待了很久，真的等了很久，我每一次入Dior我都會去望一望，問一問看有沒有這隻顏色。那我是 get 了一個 Lady Dior 的手袋，大家看到個 size 是我最喜歡的 size。 話說呢，我 N 年前有一個 Lady Dior 的白色手袋，但是我已經沒有了。發生什麼事呢？就是因為它太過污糟，白色是超級容易污糟，超級容易黃，而以前呢沒有像現在咁 high technology 啦，可以如果你啲手袋黃啊或者污糟啊，可以翻身啊或者轉佢其他顏色，以前係冇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咧佢我都冇買出去，我直頭掉咗，我放幅相喺呢度俾大家睇，係有啲可惜。現在會 regret 咯，現在就 regret， 應該擺喺度，應該放住喺度，唔應該咁衝動掉咗佢咯。因為嗰陣時我諗，每一就算我賣都好啦，唔會有人買嘅，因為佢又有紅酒跡，又有好多唔同嘅跡喺度，而白色再要加上佢開始黃黃地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冇可能會有人要嘅。而嗰陣時唔係好興二手嘅手袋啦，咁所以就冇咗咯，係大好多嘅 size 比起我哋而家呢一個。好啦，咁開俾大家睇。咁我 get 咗乜嘅顏色嘅呢啲 Dior 手袋咧？噔噔噔，就係呢一隻櫻花粉嘅顏色。是不是很漂亮呢？尺寸完全是我想要的尺寸，之前有出過一隻差不多的，但是就是 mini 迷你超級小，然後有出過又是類似，但是就大尺寸，這個尺寸是我想要的尺寸。 It's just perfect for 我的 frame， 因為我不是很大隻，所以大家見我的手袋都是大部分的手袋啦，都不會話好大個咯。我買呢個俾大家睇，呢一隻顏色真係我覺得係 wonderful 無敵。而家就知啦，雖然佢都好淺色啦，但係如果佢真係有啲咩事，有啲咩閃失，
變咗色啊，染咗色啊，污糟咗，可以直頭搦去嗰啲鋪頭嗰度去同我翻身咯。But I just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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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color so much。啊，揾咗真係好耐，非常非常百搭，非常容易襯嘅一隻顏色，係直頭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到咯。夏天嘅時候，我可以襯啲淺顏色嘅衫。咁而家聖誕季節啦，聖誕我係著好多紅色、綠色、白色、黑色、啡色系，全部都襯到呢一個手袋。係我呢一個手袋都襯到曬我啲衫，所以我先買佢。而家我係好 aware 我買嘅手袋會唔會襯到我衣櫃入邊啲衫。我應該都有同大家講過幾次啦，喺我啲videos 唔同嘅 videos 都有講過，我就唔會好似以前咁樣買一啲超級熒光嘅綠色啊、熒光粉啊，就少咗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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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都係揾翻一啲比較 classic 啲嘅顏色。呢一隻顏色對於我嚟講係同白色冇乜分別，因為佢完全襯到曬好多唔同嘅顏色，再要加上佢係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到。的一隻顏色就不會說只是秋天、啊、或者冬天、啊、或者現在聖誕、啊、才可以用到咯。這一隻櫻花粉是非常非常之靚的一隻櫻花粉，很老實說，因為它有很多不同tone的櫻花粉，它們都叫做櫻花粉、啊、這一隻又是櫻花粉，那隻櫻花粉，聽說我有時心想、啊、你這一隻顏色都叫櫻花粉，但它有很多不同 tone。 這一隻 tone 是 exactly what I want， exactly what I want。 之前其實 Hermes 都出過一隻櫻花粉，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啦。如果喜歡 Hermes 的人，應該你們都會有留意，那時候都挺 hit 的 Rose Sakura。嗰陣時我係好想好想買佢個 mini Kelly， 但係又係嗰樣嘢啦，睇緣分，真係睇緣分。買手袋好睇緣分，你諗下我呢一個手袋我等咗幾多年，我等好多年先出到我想要嘅 shade， 一個好多年冇出啦，佢有出類似咁嘅顏色，但唔係我想要嘅嘢咯。呢一個顏色。這個 shade， 這個 size， 就真的我找了很久，真的很想要的一隻顏色。 And I finally got my hands on it， I'm so happy， so excited。 那它跟所有的 Dior 都一樣， I mean， 就是沒什麼格的，只有一個 zipper， 然後它就是跟它這個 size 是挺好的，因為它是跟一條咁嘅帶，我就係中意呢啲鐵鏈嘅帶，我唔中意佢成條係皮，因為我就係覺得成條皮係 downgrade 咗成件事咯，係 casual 啲，係 casual 啲，但係就冇咁靚咯。佢呢一個呢條帶咧，佢係上面係有 leather。所以夏天孭嘅時候，你著吊帶衫都唔會怕令到你個膊頭會有好多痕咯。咁所以佢淨係呢一個位置係真係幾細心、幾 thoughtful。淨係呢一個位置就係皮加鐵鏈啦，然後其餘嘅位置都係鐵鏈咯。所以我大部分嘅時候，我相信我都係會就咁拎住佢，或者。咁樣玩住，翹入去我隻手度咁樣，咁樣定住咯。So happy, so happy, so happy。係啦 ，I'm a very happy pea today。我而家越睇就越中意，真係越睇越中意。真係同白色冇乜分別嘅，好老實講，係乜嘢顏色，就算 even 我襯一啲深嘅藍色，都襯到。
綠色，夏天嘅時候，冬天我都中意著筆，即係好似 actually 我而家咁樣都襯到咯。夏天嘅時候我好中意襯淺綠色 with 淺粉紅色 ，so 一樣襯到。That's why 我先同大家講呢一個顏色嘅手袋係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到，唔單止係而家呢一個時候，我著好多紅色嘅時候先襯到咯。So it is gorgeous, lovely, lovely, lovely. 它真的有點像之前 Hermes 出的 Rose Sakura。 我放兩張照片在這裡讓大家去 compare 一下它們的顏色是差不多的，有八成似，都有八成似。我相信大家接下來會見到我一天到黑拎著它，因為實在太多場合都可以拎佢啦 ，casual 又得，斯文，我著得比較斯文，莊重啲嘅時候亦都可以拎佢。That's why 我絕對相信呢個係非常之 good 嘅好嘅 purchase， 絕對 get 到我個 CPW 我個 cost per wear 都好襯我條鏈添。啊，仲有我對耳環，哎呀，未 show 對耳環俾大家睇啊！聖誕樹啊，今日好多聖誕樹啊！我呢邊有棵聖誕樹，呢度有棵聖誕樹，呢度兩棵聖誕樹。我對耳環咧，兩邊嘅顏色係唔同噶。呢邊係綠色，綠色聖誕樹；呢邊係白色聖誕樹，係咪好得意啊？我自己都好中意。好啦，咁我今條影片又差唔多啦，希望大家 enjoy 我今年第一個 Vlogmas 啦，我哋喺下個 Vlogmas 影片見。